这一件是讲真的很特别，你可以当小外套，小外套里面就穿背心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它的这个它是做这个扣子非常有质感，它是有点贝壳扣的那种纹路哦，然后是做一个大大的，然后是排扣的，拉开整个搭扣的，也不会太短，所以你把它整个打开当外套其实也 OK。 好，那我先上衣好，然后再穿外套。好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配裙子也好看，就是搭配今天的新品那种裤裙啊，有没有？或是皮短裤都 OK。那它这款也是没有分码，因为它是这样子针织的，就是这样纹路的，洞洞的、哦，所以你们要穿个小背心。那背面是它的特色，它是做这是花的形状，是花吗？对啊，花的花的很美，对，它的这个很浪漫哎，这个背面是浪漫体的。对，立体花，立体花，对，就是非常浪漫。它是提花接一点小小蕾丝的那种感觉，网状的，所以穿起来很美。然后是落肩的，好，所以你们要当上衣小外套穿就可以。然后另外一个是黄色，黄色的它也是做比较淡黄色，就有点鹅黄色的色系。它的鹅黄色很漂亮，淡淡的，对，而且这个牛仔裤也很好看，玫瑰花真的很漂亮，对，很美，就是它是玫瑰花的色系这样子，很漂亮，它的纹路。而且它是不是做整件的哦？它是还蛮质感的，它呢这个花都是小立体的，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平面的那种，它是工非常细耶。我发现它的细节真的上去的。对，裙子的编号是，我的裙子编号是13，好，三，对，13有黑跟卡嘛。好，然后现在是14，我们的上衣15。好，我们的上衣白色跟黄色，好，然后它是做这样子低领的设计，就是其实它也不会到太露，穿个小背心就可以了。如果你里面没有得搭的话，就可以买刚今天的新品制定的背心就 OK。好，然后你可以当小外套，它小外套也蛮气，就对，蛮唯美的。那它袖子的话呢，这个地方都是有就很弹性的，对，这件我觉得是真的还蛮好看的小外套。这个很好看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觉得它小气质很 OK 啊，这样子可以拿，我觉得那么可以拿，这还蛮气质。它这个是一件499，是这样子，对，它的花真的很美，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拿，因为它不是那一般的那种很平面的花。没错没错，这件讲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我觉得它其实说，不一定说要搭一些裙子类的，其实穿牛仔裤像这样短裤也好看，或是牛仔长裤，然后或是有一些窄管裤啊。深色、浅色都可以，或是喇叭裤、宽裤啊，都会好看。好、啊，它是背面，这是小特色加背面，它的正面就不就是做不一样的，素面一点的，对，就是不一样的那种车线的感觉。可以，好不好？所以喜欢赶快加，我觉得鹅黄色也好看，它很淡淡的那种，它不会就是说很深的那种黄色，它也可以拉一字的哦。可以拉一字也可以，它就是正常穿，然后一字，然后当外套都可以。看你们想要怎么穿都 OK。对，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上衣。